欢迎一凡。你好，你好，又见面了，欢迎欢迎。幸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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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跟各位，其实刚刚对你来讲，我相信今天对所有的现场的朋友来讲，都是一件非常非常高兴的事，你回到家乡来迎接新年。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在这个地方迎接新年的时候，那么能跟大家说说吗？跟所有支持你的朋友说说，你一五年你的心愿是什么？一五年我的心愿是希望所有喜欢我的支持的朋友们都能够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然后自己的家人也能够身体健健康康的。我也会继续努力给你们最好的吴亦凡。那刚刚说的更多的是关于你爱的人，对你自己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具体的目标啊，我不会让支持我的每一个人失望的，每一个你，所以我会努力的，然后你们一定要继续期待，无论是音乐还是影视，我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给最好的作品给你们。谢谢，谢谢亦凡。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奔跑，我相信吴亦凡一样也是处在一个奔跑当中，非常出色的年轻的艺人，他用他的努力和用他的成绩在舞台上站稳了位置，更重要是得到了粉丝欢呼和尖叫。而在我说话的同时响起这个音乐，代表恭喜吴亦凡，你成为了今天在这一刻要挑战奔跑的兄弟游戏的成员，欢迎兄弟们登场，有请。先请亦凡和各位奔跑吧兄弟的成员们问候一下。哈喽，又来了。你好吗？你啊，这样。吴亦凡的这个你在哪里？哇，好多人啊！哇，好多人啊！真的好烦哦。那我们的你在哪里？我们的你在哪里？哇，我们更多。We are family。好，都是一家人。我们一辈辈上来，你们烦我们吗？烦吗？说是那个你啊，不是说他是小鲜肉，对不对？哇，是不是1.8米的小鲜肉哦？我们的口号是鲜肉鲜肉永远不皱。咱们你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很鲜肉？哇，你们太棒了，看着我们脸都绿了。够鲜肉吧？绝对够鲜肉。你都看哇，太鲜肉了，真的，我觉得真的您特别适合。我们是腊肉。哎呀，他拖着我的手啊。我干嘛要自己说我们是腊肉？对啊，你看连小鲜肉握一下祖蓝的手都会引起羡慕的尖叫，对吗？哎呀，好了，哎呀，各位注意了，现在看到蓝队有三位已经到齐了，红队呢就由吴亦凡加入，正式形成两队对抗。接下来这个游戏，说实话，如果我说出内容的话啊，我们蓝队也，你们三个到齐了。对啊，我们欠一个人，去掉一个这个狗腿吧，去掉一个，别，我还是可以的，这样，合作，叫好玩，因为这是公平的，这是公平的。下一个游戏，因为让吴亦凡跟祖蓝和郑恺分在一组，相对来讲让每一队都充满了悬念，因为这个游戏相当的对这边，来，明显根本都不想过去嘛，来，站在他旁边好了，刚才呢，红队已经获胜过一轮了，这一轮怎么玩呢？很简单。我们从蓝队先开始，这里是起点，我们的能量柱是终点，你们只能用脚碰脚的方式尽可能把自己跨越得更加宽广一点，谁离能量柱更近哪一队即获胜。搜集完全部的含有奔跑2015祝福的能量，把它灌入到能量柱当中，明白了吗？ OK， 所以意思是让我们劈叉吗？啊，是劈叉对吧？为什么他们已经输了？虽然咱们的脚很长，但是你看一下祖蓝，他们的身高是很平均的，真的。我跟吴亦凡差不多啊。他们现在是哆瑞咪，完全是 OPPO 手机上的信号。比了才知道。我们从蓝队先开始吧，好吗？来，三位，好，我们先开始吧。来，陈赫，这个你比较吃亏。陈赫，从谁先开始？从这里开始，然后你从里头那头是吧？从这儿开始啊。凡凡，你这裤子弹性还可以吗？特别准备一条弹性。哎，我怎么没关系？我们看的就是要裂开，爆也没事。好了，三位先做点准备运动。哎，我的腰。我们的掌声在哪里？我怎么觉得我们三个人好像有到不了那个距离、啊？我也觉得好像到不了。对啊，是吗？来吧，来吧，来吧，打一下吧，来吧，打一下吧。
不是没有。来来，女神你过，你脚必须靠着我，这是起点啊。你得在这儿哦。啊，我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耍赖的。好赖。变了，李晨变了。我虽然老了一岁，我智商没下降，好吗？来吧，来来来，你抓着我的手，来吧，快点。来，晨来，哥哥，哎。黑牛黑牛哇哇哇哇我还可以再往前还可以还可以跨度不错哎呦呦哇哇哇哇哇你们试过那个也可以啊可以吗那个树的那个直对这个长这个长这个长来你来接棒我觉得我们赢了我陈妈就是厉害陈妈就是厉害来我们赢了快点我坚持不住哇一定碰到要碰到要碰到要碰到不用下去了我不用下去了没事你记得 everybody没关系我不用下去了你看我们的实力郑凯我跟你讲啊今日留一舞台 Everybody 啊也可以哦来拉远一点给我拿过来来好我给你记一下啊在这儿啊坚持三十秒方为胜利来计时坚持三十秒那我这样就可以了啊可以我没说那是终点你可以超越终点的不用不用我已经超越终点了好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九七六三二一好了、yeah! 在这儿啊在这儿啊这是成绩啊这是成绩来给你贴个 mark 哎我觉得没事没事再来几次我就可以去那个什么真的快断了参加杂技了怎样有没有好了没事现在蓝队请到一边休息OK 有知道你会变成红队最重要的人他真的好重要哦好我一定努力努力啊你一个人已经可以夸一半了对不对对我可以夸一半187哦对啊那么187哦再拉一点好来吧对哪位先来我先好郑凯杰我现在都不放能量这个好这样吧把能量珠放在这儿压力还是我靠你了不我靠你了啊还可以还可以这里郑凯杰这里哦到了脚尖扭到啊楚兰你为什么穿一个女人的丝袜啊你为什么哎呀我别大家说哎请不要你那个头这是头哎等一下不要没有郑凯你别碰到头小尖你看一凡好我来了一凡他的粉丝呢他可以吴一凡来了来吧他也到那儿了等一下这一下下去一凡确定吗哎没事一步到位害怕吗不害怕我觉得你的脚尖有信心有信心你们不要聊天了好不好对你的考虑一下这里的感受情人节那天是对不起对不起哎那边快裂了啊来来我们的伎俩来超哥是我到你就给我帮我宣传电影是吗对好来吧一凡掌声在哪里在那是吧来来吧你们很有可能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一凡是破裤子你快啦郑凯要放屁了加油到那儿吗我不行了我忍不住了哇等一下再来一次哎暖身暖身再来十次都可以再来十次暖身你们还好吗要喝口水吗你还好吗我们哎呀我们哎坐多一点碰到了不要等一下碰到了一样了碰到了哇碰到哇碰到哇碰到碰到哇碰到可不可以超越领先一点点怎么样是超越还能超越那个红点到这里就是超越到这就是超越了这个是红点是刚刚在这儿啊刚才是在这儿哦对但是我的这个裤子很不利啊裤子不利就把它崩掉了再来一点点哇还可以超越来一般来你一喊裤子我们再看他挑战一次好不好要不要我先问一下我们红队的其他两位队友还好吗他们真的很辛苦他们没有关系不用考虑他们不用考虑我跟你说我特别对不起他们哎没事这两个人根本完全不用管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要不我也趴那算了你要趴吗我可以趴呀可以对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太对不起他们了因为我感觉我也在匹不了更远了真的吗因为裤子的原因要不然我们换条裤子好你
妮爱看你们趴。没关系，我们是不是已经赢了？来来来，等一下，我们已经有答案了。根据刚才影像记录的显示，事实证明的是，在绝对距离当中，红队是超越了蓝队的最终成绩的。有人有不同意见吗？恭喜红队获胜！不是什么叫好公平啊！他有不同意见吗？没有，我也没有。没有，你为什么要问呢？蓝队找点面子好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恭喜红队，请来启动你们的能量柱，搜集所有的祝福，将能量柱再次转化为红色。兄弟们，今天以后我有可能有一阵子录不了跑男了。这个都垮了，是这样吗？对，全场所有人帮他们倒数吧，三、二、一。把正能量搜集传递成红色，希望各位也可以将你们的能量转化成最具能量的颜色吧。让我们继续今晚的精彩。接下来交给温雅和雅丽，我的两位同事将继续带领所有的观众迎接全新的一年。二位交给你们。谢谢花少哥，谢谢吴亦凡，还有我最喜爱